来看到嘉义县的消息，嘉义县长翁章梁日前前往阿里山展开最终站社票之旅。现任乡长杜立全、新科乡长董选人高瑞芳、议员武清山、代表会副主席洪志良陪同，社票车队受到各部落周族乡亲的热情回应。今年县长选举在阿里山得到民进党候选人有史以来上高得票率75.38%。翁章梁也非常感谢族族乡亲的支持。翁章梁强调，成功创造出族族效应，是不分党派、适当的政绩、全方位的照顾族族乡亲，对各项建设、医疗卫生、社会福利、农业观光等等，只要会使做出成绩，阿里山族族的原住民就会支持。世新新闻曾一成阿里山乡采访报道。